我们现在来到 Tacoma Lexus 店，把车取回家了。车子的四个轮胎都全部更新了，新的轮胎配上车子，看上去也漂亮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车子里面的一些服务该放的全部都放了，相当于这台车子是全新的一样，又可以安心的开一段时间了，不用去担心车子的问题，因为该做的都全部做了。我们现在去Tacoma市看一看。Tacoma 以前的房价相对便宜很多，但这几年发展得很厉害，房价也飙升上去了。Tacoma 现在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，靠水边的那一带建了好多高端小区、餐馆、购物一体，适合退休旅游散步的好地方。
行人。这就是 Tacoma 海滨新建的高端小区，好大片。